本人不太会说日文，但是会说日文就是问好的。哈基玛，哈基玛马斯德，我大西米亚德斯，俄罗斯话能讲什么？唯一会讲的101句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由我们茶哥带来一首今年非常非常红的歌曲。那这首歌呢，我相信应该在场非常多的年轻人都会唱的歌曲，那就送给大家这一